这次是我要问到底到什么程度，因为我没有尺度，我没有尺度，没有尺度，感觉那么自然，不必客气。所以一定会取一个他没有尺度跟我把关更严格的折中的一个尺度。 我心甘情愿这样守护你，你不用还。最特别的存在，你值得我等待。一颗心就这样被你一点一点占满，爱这个字，说了就不会改，不会有谁可以取代。最特别的存在。 你让我走不开，幸福就算需要时间，也是理所当然。想这样靠着我，不管你明白不明白。是有这样邀约哦，目前还没有。对，看看好，看是不是跟赖妍搭吧？对，这样可以增加我的信心。要把我拖下去？当然。 是刘德华，你靠那么风吹着，不是我现在有点害羞，有点等这件事。不会啊，因为我也想跟刘德华来一个有气。哥，我觉得你说我在后面跳，我们临时加。我心甘情愿这样守护你，你不用。 最特别的存在，你值得我等待。一颗心就这样被你一点一点占满，爱这个字，说了就不会改，不会有谁可以取代。最特别的存在，你让我走不开，幸福就算需要。 时间也是理所当然，想这样靠着我，不管你明白不明白，会确定了答案。最特别的存在，你值得我等待，一颗心就这样。 一点一点占满爱这个字，说了就不会改，不会有谁可以取代。最特别的存在，你让我走不开，幸福就算需要时间，也是理所当然。想这样靠着我，不管你明白不明白，我已确定了答案。